他是有些的翻译的很有问题，但当时搞这个，如果说调查的这个，他不懂语言嘛，他就因为是汉族，胡解释的。我们里面还有这样的颜色，说是这个小脸红，听说过去还有个强颜。
羌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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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
кетип калган, азыр өздөрүн швед билдирсе, бирок да эми алар үлкөндөрүн өзүн сары ур экен билет дейт.干竹，还有那个瓜竹，还有什么？对对对，古代那些，什么什么，西沙跟他们。对对对，一般认为这个我们里面这个扫盲浴的就是，嗯，恰代时候，嗯，他这个中亚有一个这个主播，嗯，这个人在中亚塔拉斯那儿打仗失败以后，他跑到北京，投奔忽必烈，嗯，忽必烈就把他安置到这个采柳河地方。 防止这个中亚的蒙古势力过来，嗯，这样他就在一直在塞尔维亚里面，所以这个塞尔维亚里面扫蒙古的是这一支，就是他们他的那个后裔，一般这样说，沙特人那个是吧？嗯，因为沙特的后裔在内地很少，多半都在中亚那些，对，内地就是土雷拉那些人，对对对的，啊，那沙特伊拉姆阿斯克尔沃尔贡波鲁姆斯，那个在我们的。 Келетин күчтөрүн алдын алыш үчүн осы маңайдагы орносторду айылдар эмне менен айналышат? Сары булардын айылдар эмне менен айналышат? Деп сурашы. Жана уйгур уйгур фуни ван души 都是家庭工业方面，这个家庭手工业啊，这些都是应该是很发达的吧？嗯，在以前，以前吧还可以。另外呢？嗯，就是家庭手工业。手工业哦哦哦，嗯，马农嘎达嘛。他以前越往以前走，他越分的分工比较细，他那个皮子的什么羊毛的东西做的很多。嗯。可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因为贫穷化了，就是非常粗放了，好像。 我不能够给自己的包干的，但是家就到马斯，也就能到马达拉，给自己的。嗯，不是，就特别那个开始的。开始。开始，嗯，开始，嗯，特点。嗯。嗯，啥子？嗯，等等。可是别的，马能，肯别是的，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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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了那吃的米饼吗？啥？啥油了的？ 他说：“这个，余国族这个现在还有这个计划生育，有，一样的。余国族人吧不太喜欢这个余国这个名字，这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五三年这个自治县成立以后，叫个萨里维吾尔自治区。嗯哼，萨里维吾尔自治区以后，当时有些人老人提出这个，哎，新疆的维吾尔跟这个。” 如果是饮食很不一样，宗教也不一样，也不通了，要用这个摇花儿这样。啊！但是当时那些领导干部都是部队上下来的，哎，这个字不好看，有些人说余国儿，他姓个余国儿，这个字行不行？嗯。那当时那些头目们都是封建头目什么这样的，他们有点害怕吧？哎，好，很新鲜。然后他觉得这个后面那个官方的领导觉得这个儿加个儿不好，哎，这余国多好，就用余国，然后。 就在那个酒泉北路各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就把这个名字就定下来，然后上报这个国务院，他通过国务院批准吧，给我们的签字吧，然后报国务院就批准了，就用这个余国这个名字。可是老百姓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这回事，然后这名字就定下来了。现在到山里面，你那些老人，你是余国族吧？他也不知道，你除非你说余国是吧？余国他也知道，你说余国他也知道。 Биз ал эле болбуз, силер өздөрүн уйгур деп атайт экен. Жанагы кытайча уйгузу деп айтады ғой. Оны казыр ауылдагы адамдар көп билмейт. Негизинен уйгур десең билет дейсиз. Тегинде анай Шинжандагы уйгурлар менен бул Ошодогу уйгурларды бири-бирине парктап ушуп кичкене. Сондай андай эки түрлүү иероглиф колдонгон. Әйелдер қызмет істеп, балалар ақшаға бар екен, балалары? Шындай,
现在老百姓最希望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最起码是一门课就是讲讲这个小罗说的说的话方面的给孩子们讲一讲这个可是一直没有这样的课程的小罗说毛小罗说的那个主要是放以母语为主为主为主老百姓想法就是哪怕你就是不讲语言就是讲讲他们的风俗习惯历史来龙去脉最起码讲讲 그래서 저 지신년에 저 쇼쇼 지즈 부티니데 민족 아 소 소한데 가서 탈아베 따트는 자 무슨 틀은 무슨데 투라 네볼 마사 그 데버 사바그랬는데 무슨 타리크 무슨 투라 틀은 무슨 투라 살사나 무슨 투라 그 발라가 무슨 사바 그게 무슨 코스무 샤티 브라크 아즈르 시티 스카스 페글레 자트 톨스 에트는 소리 오셔 보험에도 없네 经济主要是畜牧业，畜牧业，它这个传统上畜牧业，它现在从90年代开始，有些地方那个建立了开发区，有些民化的橄榄区，让牧民过来种田，可是种田不是一天两天的学会的，人家世世代代就是游牧的，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对，农民从事农业以后，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马上就贫穷了，对，比原来经济条件不如原来。 啊哈，你现在毛茶罗是从哪？从那个毛茶罗是不？毛茶罗是往那过一些个，呃，猪和马吗？猪和？有，有这个羊，有这个绵羊，牦牛，牦牛啊，山羊，马，主要这些，四种，四种啊？过，过，过，梯，反正嘛，它有。 骆驼，哎呀，骆驼是很少，骆驼，棉花现在骆驼几乎很少吃什么？嗯，啊，啊，马是最主要的。马肉你们还吃吗？现在不吃，咱主要不叫以后禁止吃了。骆驼这个，很少种吃。哦，西尔伯是个？骆驼这个，牛是吧？嗯，骆驼牛，牦牛，牦牛，巴拉姆是黄牛。 牦牛，牦牛是啥子？牛，牦牛啥子？牛，啥子？啊，对。那个传说中以前他们到这儿来还住的算是毡房，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在一个农庄村上一块住吧，就改用那种牛毛帐篷，牦牛毛帐篷。对对对，啥子？对。啊，我们家都。从那个巴士那过去，不是你说的东部的，其实就在东部的，其实，特别在那拉拉斯拉拉斯格里边。 Тибеттердің андай несін қолданыппыз ең басында келген кезде бізде жылқының етін жейтін кейін анау буддизмге сенгеннен кейін ақырын ондай болмайды сонымен ақырын жылқы етін жеген қойдық деген